财，财不理我。欢迎大家收看《财务管理》，我是许益忠老师。那么在财务管理的这一门课当中里面呢，我们总共安排了以下非常有趣的主题。首先会为各位同学们介绍一些有关于财务管理的导论，接着呢是介绍一些有关于资金该如何规划以及该如何的运用，还有一个企业主在运用资金的时候，他又该如何来衡量评估他所面对的风险。而一个好的企业家呢，他除了了解上述的内容之外，他当然对于财务报表的一些认识，他也必须要非常清楚的能够掌握，甚至包括一些股利的政策，包括一些债券发行相关的概念。那么接着呢，有关于资本的运用以及规划，也是一个企业家该注意的事项哦。同时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会为各位同学们介绍一些有关于财务管理与国际化相关概念的结合，那便是我们所知道的国际财务管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第一讲有关于财务管理的导论。那么在财务管理的导论当中里面呢，我们首先必须要厘清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企业家到底钱该怎么来，而他的钱又该怎么去呢？很多的同学都会问，哎，老师，那财务管理是不是跟投资学的概念它是一样的呢？哦，不，它不是一样的概念。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课本讲次当中里面就有一个简单的规划图，帮大家描绘了财务管理跟投资学最大的一个差别。那什么是财务管理呢？财务管理啊，就是在探讨一个企业在整个营运当中里面它所有资金的规划决策。但是跟投资学不一样的地方是，学投资学乃是认识各样各式的金融商品，以及呢这些金融商品的特色。所以同学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在财务管理的这门课程当中里面，我们更加着重你了解资金的来与去之外，还有就是你的企业决策行为。所以两者事实上是不太一样，但却又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个是各位同学们你们在认识财务管理这一门课程之间必须要先了解的一个基本概念。好的，那么在进入到整个财务管理的时候啊，我们就试想一件事情，到底谁应该要来了解财务管理呢？我们先从企业的形态来说吧。在整个企业的形态当中里面呢，我们总共可以分为有三种企业形态。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大家最熟知的，就是独资。什么是独资啊？独资啊，那简单来说，那当然就是独立出资咯。那意思又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老板只有一位，甚至啊，有可能搞不好也员工兼老板呢。那所谓的独资呢，一般来说，在课本的定义里面，他就告诉了我们，就是由企业家自己一个人独自出资，以及呢独自背负所有的偿债问题。那么整个独资的企业形态当中里面呢，它有一些非常简单而且容易明了的优点。那么第一个优点就是创业的手续非常的简单，哇，你只要一个人就可以了嘛，你想要创业，那我就可以创业咯。所以现在啊，有非常多的新创公司，特别呢有一些年轻人呢，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啊，他就会说，老师，我想要自己去创业，哇，自己当老板又兼员工。所以他创业的手续呢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么第二个呢，设立的成本也比较低，那也就是说所有进入这一个经营的门槛呢大家都可以的啊，你不需要有庞大的资金，你只要有一笔小小的钱，那么你就可以独资来做一个生意。所以有些大学毕业生呢，他们可能在大学毕业以后啊，他们就说，老师啊，我要到这个国外啊去度假打工，我要存我人生的第一桶金，那存到了以后呢，哎呀，我回来台湾呢，我就要自己创业啊。所以他设立的资金成本呢，哎，门槛是比较低的。那第三个优点是什么呢？政府的管制也比较少哦。对于独资相关的法令，那么政府的规范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你不需要有绑手绑脚的感觉。那还有第四个优点，就是有关于盈利事业所得税的问题。那么在报税的这个部分呢，目前根据相关的法令，我们这个独资的企业主啊赚了钱以后啊，我们说，哎呀，那报税该怎么办呢？到底我该不该去申报我这一个盈利事业所得的相关税目呢？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分到底这一家独资企业呢，是一个小规模营业人，还是一个大规模营业人？
哎呀，老师，你越讲我越搞不清楚了，怎么还会有小规模跟大规模呢？简单来说，小规模啊，意思就是你不用开统一发票的，而大规模的话，哎，那可能就得开统一发票咯。所以很多人出来自己做生意啊，独资当老板的时候，他可能是不需要经历过开统一发票的这个阶段的。那么我们姑且称他为小规模的营业人。那么目前根据相关的税务的法律的规定，如果你是一个小规模营业人的话，那么你呢，哎，不用特别的去做所谓的申报，可能呢就并入你的个人综合所得税。但是如果你不是小规模营业人的话，那你可得去注意一些有关于相关的税务问题。所以简单来说呢，独资啊，在这一个所谓的税务的部分，它所面临的问题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哇，老师，你都说这些优点，那它有没有其他的缺点呢？当然是有的咯。那缺点跟优点一定是息息相关，也是相对的。刚才我们说它的优点就是资金可以不用那么的庞大，但换个角度来说啊，独资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筹资非常的困难呢。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想要独立出来创业的时候，资金哪里来呢？哎呀，可以有爸爸牌，就是向爸爸伸手。也可以有妈妈牌，哎，向妈妈伸手。哎呀，要不然如果你要去外面借钱，谁又愿意借给你呢？所以他遇到的第一个最大的困难，那就是资金的筹措的问题咯。那第二个呢，哎呀，就是企业主，就是这一个独资的老板，他必须自己承担面对我这家公司，我这家小企业，我这个独资新创小公司的所有的债务。哦，那必须要负相关的责任，特别是在债务的清偿上来说。那第三个缺点是什么呢？哎，它的存续期限可能就会有所限制。所以呢，这是企业形态当中里面啊，目前来说非常多的年轻人啊，那他们在这一个所谓的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哎，所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形态呢，哎，就是所谓的合伙。顾名思义，什么叫做合伙呢？合伙当然就是一个人以上啊，那就是两个人哦，或者说两个人以上，或者是更多的人一起合资来做生意。那么在讲到合伙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初接触财务管理的各位同学们要特别的注意了，因为在合伙的这个地方啊，我们有分两种状况。第一个状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一般合伙。那第二个状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有限合伙。两者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一般合伙啊，我们特别是讲在这一个所谓的债务偿还的这个部分。如果你今天合伙跟人家做生意，而你所开的合伙公司是属于一般合伙的话，那你就要注意注意再注意咯。因为很重要，所以说三次。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合伙人啊，需要对这整个企业他所负债的部分负无限的清偿责任。哦，所以这个是在成立合伙公司的时候大家所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叫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顾名思义，这个有限呢，特别指的就是在债务清偿的这个部分。那么企业主呢，合伙人呢，他们对于他们所负担的这个债务呢，只有针对企业的部分资金来作为所谓的偿付，而不会牵扯到他个人财产的问题。那么它的优点跟缺点，事实上呢，跟独资呢是非常相近的。那么第三种形态呢，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所谓的公司咯。那公司呢，意思是什么？公司跟前面的两种组织形态非常的不一样。最主要的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在于公司的所有权跟公司的经营权，它两者呢是分离的。换言之，公司在一开始的时候啊，筹措的时候啊，哎，我们会有很多的股东呢，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没错，当你买这一家公司的股票的时候啊，你就成为了这家公司所谓的股东。所以呢，你与其他的股东呢，共同拥有呢这一个所谓的所有权。但是，我们说每一个股东啊，这么多的股东啊，我们不可能亲自来经营这一家公司，所以我们就会选出代表这一家公司的一个经理者，或者我们简单姑且把它称之为总经理好了。所以公司的形态啊，我们说牵扯到的人，牵扯到的面是更加的广泛，也更加的复杂。好啦，那这种第三种形态的公司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优点与缺点呢？首先在优点的部分呢，我们说第一个，你所买卖的这一个股票啊，它是可以转让的。所以很多的这一个股东，很多的投资人买了某一家公司的股票的时候啊，哎，他可能会买买卖卖啊，来来去去。
那所以呢，股票可以转让的，这是第一个最简单的优点。那第二个呢，是除了一般我们所谓的无限公司之外啊，所有的公司的股东呢，我们说我们都只承担有限的责任。跟前面我们刚刚讲到的合伙有分一般的合伙跟有限合伙的那个一般合伙的概念非常的类似。第三呢，我们说由于股票啊，它是可以自由的交易、自由的买卖的，所以对公司来说呢，这代表着它更容易来筹措它的资金。如果它今天资金需要量比较大的时候，公司甚至还可以再发行更多的股票。好，那这是它的一个简单的优点。那么我们说到缺点呢？那缺点有什么呢？哎呀，我们说缺点呢、啊，就在于股东的人数啊也众多，所以你看到了是优点，它也有可能是缺点吧。那股东的人数众多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呢，这个公司的经营的方针呢就很难掌握了。那第二个缺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公司成立的手续呢也比较繁琐，比较复杂一点点，而法律的限制呢当然也会比较多。那第三个呢，可能就存在着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呢叫做所谓的重复课税。因为当公司成立的时候啊，它在法律上来讲呢，它也是一个人，我们把它称之为法律上的人，或者你简称叫做法人。那么它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我们是自然而然的被父母生下来的，所以我们是自然人。不管你是法人或者是自然人，哎，你都会赚钱的话呢，那就会牵扯到两种不一样的税目。第一种是由公司所赚到的，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盈利事业所得税。另外一个呢，是个人的部分。当今天公司赚了钱的时候呢，他可能把他赚到的钱、得到的好处分发给他所有的股东，所以他的股东们呢也会得到钱。那这时候呢，就会有所谓的牵扯到个人综合所得税。所以在这两个税的情况之下，有人就会问了，那是不是会有重复课税的问题呢？所以当公司成立的时候啊，这个问题变成是大家所讨论的一个相关重点了。那还有什么样的缺点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也是众所周知，更是呢我们在学习财务管理导论的时候呢，大家都必须要明白的，那就是所谓的代理问题。没错，代理哎，不是那个酒驾代理驾车的那一种啊，是什么呢？是公司的所有权跟经营权，因为它是分开的，所以这时候啊，就会面临到所谓的两群人，他们努力的方向不太一样。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哎呀，要解释这个概念呢，我们就先带领各位同学进到财务管理里面，他所要研究的方向，我们再回过头来一并的为大家做说明了。所以整个财务管理它所必须要研究讨论的方向到底包含了哪一些东西呢？我们大概可以作为有以下三个方面来为大家做说明。第一，就是所谓的筹措资金，讲白一点点就是资金这个钱怎么来。那第二个呢，就是资金的运用。所谓的资金的运用啊，并不是指在公司里面钱该怎么运用，而是呢，针对一个企业来说，他该如何把他的钱用在有高报酬的地方，把钱用在可以为公司赚钱的地方。所以这个钱啊，怎么出去，那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那这是第二个有关于资金的运用。那么第三个我们所要讨论的研究方向呢，就是该如何的规划与控制。那么针对这一个资金该如何筹措的时候啊，我们说身为一个大老板，他可能就要去想了，哎，我这个钱啊，到底是应该透过股票的发行来筹措资金，还是我应该要透过发行债券来筹措我的资金，还是跟人借，还是该怎么样做？哎呀，他就得伤透脑筋了。那针对一个想要了解这内部的人，又该如何呢？那我们说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从一个公司的财务报表来看，或者我们讲的更具体一点，就是从他的资产负债表来看。那各位同学也可以参考你手上的讲义，我们在这一个课本当中里面就有列出所谓的资产负债表。那我们都熟知，在左边的呢是资产，在右边的呢有包括了负债，还有所谓的股东权益。透过资产这个部分呢，你可以了解到底这个公司的资金呢，哎，它怎么去运用了，它去了哪里了，它买在什么样的地方，它花在哪些项目上面。而透过右边的这个负债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去观察到公司的资金到底是如何来的。所以呢，对于一个认识财务管理的人呢，他必定得要了解一下
资产负债表，甚至我们说财务报表，他都应该要有一些充分的认识。那整个财务管理的目标又是什么呢？我们说，当今天我们站在以公司为经营的形态这样的角度来探讨的时候啊，一家公司它所追求的目标，那就是追求股东的财富要极大化。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难。老师，我听不太懂什么叫做股东财富极大化。而这个财富呢，其实啊，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每股盈余。各位回想一下，有没有在一些报章杂志媒体啊，常常看到哇，哪一家公司它发放了非常高的每股盈余呢？对，没错，这个每股盈余啊，事实上呢，就代表着股东的财富。所以当一个公司它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时候啊，这个为公司来经营的这一个总经理，他所努力的目标就是为公司赚钱，赚了钱以后啊，哇，要分配给股东。而这一个代表股东财富的就是这一个每股盈余了。当我们有这样初步的了解以后啊，老师，你刚才一直讲到公司里面的所有权跟经营权是分开的，那这个到底经营权经营在什么样的地方，那又是谁在经营呢？如果大家有想到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来了解一下，在一个公司里面有关财务的一些专业人士的组织架构。当然，一个好的公司里面最好有一个专门的人能够来为公司处理有关财务相关的规划与问题。那这一位呢，通常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叫做财务长。那英文简称呢，叫做 CFO， 是 F 哦。啊，你可能想啊，老师不是 CEO 吗？那个下面不是要多一横吗？哦，不是不是，那个是执行长。那 CFO 的 F 呢，代表的是 finance。那代表的是财务，所以一个公司里面需要有一个专门的人士来为公司掌管财务相关的金流。那如果一个公司更大的话呢，可能他的财务专业人才还不止一位的时候啊，那我们就会设立一个首席财务长。所以各位同学就可以看到你的讲义当中里面有一个简单的架构图，在那个架构图当中里面，在最上面的就是首席财务长。而首席财务长所要处理的业务事务非常的多，因此呢，在这个首席财务长的组织下面呢，我们还会再聘请一些所谓的专业的人才，当然也包括了所谓的会计长啊，或者是其他的财务长等等。好，那么有了这个问题以后啊，我们就要想了，当这个所有权啊跟经营权是分开的时候，老师，我记得你刚刚前面提过，除了我们要注意的报税的问题之外啊，还有一个是我们大家非常在意的问题，那叫做所谓的代理问题。那什么是代理问题？是各位同学在读财务管理的时候啊，第一个会面对到的，也第一个必须要知道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代理问题呢，一般来讲，我们可以分成有两个方向来看。第一个呢，是指这个股东跟管理者，也就是这个总经理之间的一个代理问题。那第二种呢，是指这个股东跟债权人之间的一个代理问题。那我们最常看到的呢，都是所谓的股东还有这个管理者之间的问题。作为一家公司的管理者，也就是这一个经理人呢，不管他如何的努力，一旦这个经理人他认为啊，我可能都卡怕扁了，我也是只有领到公司固定的薪水啦，我为公司赚了这么多的钱都不是入到我的口袋啦。那这时候啊，可能这个经理人这个总经理呢，心里面就有别的想法出现咯，他就不见得是为了公司的股东们来谋取最大的财富。那这个就形成了股东跟这一位经理者之间的一个代理问题。甚至啊，有时候啊，经理人就想，反正我再怎么样赚钱也不是入到我的口袋，那我就干脆啊，让我自己享受好一点。我在公司里面这么的努力为股东们做事，尽心尽力做牛做马，那我给自己好一点。什么叫做给自己好一点？我买一个好的沙发，买一套好的音响，买好喝的咖啡啊，点点点点点，我可能呢就会夸大幅编我这一位经理者所要用到的费用。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这一位经理者可能就完全不是站在股东的立场来做一些财务的运用了。那么这是第一种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代理问题。那第二种代理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股东跟这一个所谓的债权人之间的问题了。那第二种的这种问题呢，我们说常常会发生在哪些的场合呢？就是会发生在有时候股东会透过董事会，那么来影响经理人的决策。
影响经理人什么样的决策呢？例如说，当今天他为了要赚取比较高的获利机会的时候啊，他就会逼迫这个经理人去从事一些比较高风险的投资。所谓的高风险的投资呢，就是买了一些不该买的债券啊，而这个投资资金到一些不该投资的计划里面呢、啊、那这时候呢，将来就会影响到了公司的偿债能力。因为当你这个资金花在不该花的地方，你会产生很多的成本的。所以当所有权与经营权它分开的时候啊，这个代理问题呢，就会在企业的形态当中里面来出现了。那这个是我们所有学到财务管理者的每一位同学都应该要注意的。在2024年3月啊，刊登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讯息。这个讯息啊，哎呀，不太好意思说，就是有一个棒球选手，哦，大谷棒球选手，他跟他的这一个翻译官啊，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当这个日本人的这个棒球选手到美国去的时候，如果他语言又不通，什么事情这个都得靠他的这个翻译官，靠他的这个所谓的经理人来帮他做的时候啊，那就会出现我们刚刚所讲的代理问题。所以呢，在这个2024年3月啊，就爆发了这一位棒球选手的这一个经理人、经纪人，或者我们讲他的翻译官呢，挪用了他的钱去到了不该去的地方。而爆发出来的时候啊，哎呀，这个新闻就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不只是在公司里面我们会遇到代理问题，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里面呢、啊、这个代理问题呢都存在着，也都需要我们花更多的心思去避免这样的问题。那当时这个新闻一爆发的时候啊，哎呀，大家都想不出来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这个这么有名又这么感觉这么的干净的这位棒球选手，他怎么会去赌博啊？他怎么会去把资金用在哪些地方啊？结果一查啊，发现就是他这一位经纪人，就是他这一位代理人，也就是他的翻译官所做的。哦，所以你看，当我们这位棒球选手把很多的事情都完全100%信任他的经纪人、他的经理人来让他操控所有的一些琐碎事情的时候，代理问题就出现了。那各位同学想想看，这是不是跟我们股东跟公司的角色非常的雷同呢？当我们成为一家公司的股东的时候呢，我们把资金拿去买这家公司的股票的时候呢，就好像啊，我们把钱投入到这个公司。可是当钱进入到这公司以后啊，我们聘请了一位所谓的经理人来全权为我们处理公司的资金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细细的去关心到底公司的资金运用在哪些地方，甚至公司的资金是投资到哪一些的计划案方案里面去了。那这时候如果一位不好的经理人从事了一些不好的决策的时候，那么就会爆发了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代理问题。所以当我们遇到了代理问题的时候，所有的企业呢都应该要小心，并且要去避免这样的问题。可是老师，我该怎么去避免这样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其实呢，各位同学，如果回想刚才我们所举的例子，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会有代理问题的出现呢、啊，无非是两个原因。最简单的说，第一个就是自私自利，也就是呢，代替我们去管理资金的那一个人呢，他不是替我们谋福利，他不是替公司的股东谋福利，这一个经纪人不是替那个棒球选手来谋棒球选手的福利，他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做一些相关的决策。所以代理问题的出现的第一个状况，那当然就是因为自私自利咯。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资讯不对称。资讯不对称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当事者的两方，例如说棒球选手跟他的经纪人，或者我们讲股东跟这一个所谓的总经理，他们两方啊存在着有不相同的资讯。通常来讲，越专业的人士呢，他所拥有的资讯当然是比较多的咯。就像这位大谷棒球选手，他到美国去的时候，他根本连要去 Target 买什么东西啦，要去这个 Walmart 买什么东西啦，哪一家餐厅吃饭，他根本都搞不清楚。那这些资讯都掌握在谁那里呢？都掌握在他的经纪人那里。所以他的经纪人是拥有比较多资讯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位棒球选手跟这位经纪人，他们两个的资讯不对等，他们的资讯呢有多也有少，那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资讯不对称。同样的应用到我们公司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发现股东所拥有的资讯跟专业的经理人所拥有的资讯完全截然不同。他们既然是专业经理人，他们对于更多的专业知识，很显然的，他们懂得更深，懂得更多，也懂得更广了。
那这时候我们说就会出现所谓的代理问题。所以如果你问我，老师为什么会出现代理问题？哎呀，单单来讲就是两方面吗？第一个就是自私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资讯不对称，资讯有多有少。那么基于这两个原因呢，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小心了，特别是在公司的形态当中里面，我们应该要尽量的去避免代理问题的出现。怎么避免呢？最简单的第一个，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我们说呢，一个公司到底呢，这个结构啊，还有公司的财务啊，完不完整呢？我们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如何做好内部的控制、控管资金的运用、资金的来来去去，那我们说这是第一步我们需要做的。那么第二步呢是什么呢？我们说需要设计一个吸引人的诱因制度。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总经理啊，如果这么的卖命为公司哈、啊、做牛做马啊，底下怕病，打钢弄底下爱病啊家哎呀，如果哎呀，经理每天都这样做，但是他都是领固定的薪水，你说一个经理怎么可能天天月月年年会为这一个公司来打拼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提供一个诱因，提供一个够吸引人的制度，好让这一个经理人呢，他认为当他为公司做牛做马天天打拼的时候啊，他不只领固定的薪水，他还能够有额外的奖励，那这时候才能够让这位经理人呢减少他代理问题的出现。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市场机制了。当然讲到这个市场的机制呢，大家不要跟可能某些经济学所讲的市场机制有一点点把它搞在一起了啊。我们这里讲的不是在讲价格，我们这里在讲的是什么呢？是在讲如果一个经理人他不能够好好的来为公司谋取福利的时候啊，那我们说可能就得透过一些相关的会议，把不适任的这个经理人或者总经理，我们就得把他给解雇了啊。甚至呢，我们需要呢明白的告知我们这个经理人，你呢，我们聘请来就是要为公司、为股东谋取最大的财富与利益。如果你今天不能够为我们公司来谋取最大的财富利益，すみません、じゃあ、パイセ。我们就得把你给 fire 掉了、所以我们也需要透过有一点点的机制来告诉我们这个所谓的专业的经理人，你如果做不好，那你可是会被 fire 掉的。所以透过了以上的三种非常非常简单的机制，第一个，建立一个良好的治理机制，有好的内部控制，以及第二个，我们需要设计一套够吸引人诱因的奖励制度，以及第三个呢，这一个市场机制，该 fire 掉的时候，该裁掉的时候，该换人的时候，我们就透过一个正当的合法的手法，把不适任的这一个经理者，把这个不适任的总经理，我们就把它给换掉。当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些方式，那我相信一个企业就比较能够去避免代理问题的出现。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在财务管理导论的这个内容当中里面啊，各位同学，你们今天开始进入到第一讲，那你们就要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到底呢，财务管理跟过去你所认知的可能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会为各位同学们去介绍，当这一个公司企业有了资金的来来去去的时候啊，这个资金啊，这个钱的重要性了。什么意思呢？这个钱啊，可能摆在不同的时间点，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希望从第二讲以后呢，所有的同学们可以在你的身边准备一下计算机，还有呢笔记型电脑，这个呢会帮助你接下来的学习。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讲，非常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